然后桑惠终于想出棒了，要再做一次搭配了。爷的，哎呀，结果赛跑跑输了。国立体大这个时候也攻下分数。嗯，哇，林元庆在做这一个补位的，跟不管是跟一垒或是刚才跟二垒，我觉得这个默契可能还是要再多加的一个训练，因为感觉上一垒手接到球的时候。年轻有点在等他丢过来，这个时候瞬间这个速度是变慢了哦。对，他在看着对手这个一垒手把球丢出来哦。那两要把球带到外野去。对。哦，这球很强劲哦，平飞安打出现呢，垒包上的两名跑者都要回来了。嗯，因为你刚才内野手背的布阵是这个区前嘛，所以二垒的跑垒员他的离垒是比较大的，会跟着游击手哦，所以这个安打出现的话，二垒这一分回来是轻轻松松哦。对，打击的郑文祥上到一垒，后来这支安打就带有两分的打点哦。这两分进来之后，国立体大反超比数。嗯，哦，这一球出棒，哎哦、要走到二垒手，结果一个接好呀，球穿了过去。哇，二垒手，我想他也是很清楚郑伟翔的一个这个跑动的能力哦，所以速度快情况下，他也觉得知道这个比较软弱的国内球，他一定要出来抢。哇，不过他跟球交汇的那个时机点哦，是球最难接的时候哦。